猫喝什么水？白翔，职业兽医师，犬猫外科疾病专科医生。最好是给猫咪喝普通的凉白开，或者是经过过滤清洁的直饮水，因为普通的自来水中可能含有比较多的细菌，猫咪喝了可能会出现腹泻、呕吐等症状，而且自来水中含有氯离子，味道可能会比较冲，猫咪可能会不愿意饮用。不建议给猫咪喝矿泉水，因为里面含有大量的矿物质离子，猫咪摄入大量的这些离子可能也会引发呕吐或者其他的异常。除此之外，给猫咪的水一定要干净清洁，最好是流动的水，不然猫咪可能会兴趣比较低，从而导致猫咪饮水量的不足。不建议给猫咪喝牛奶、果汁等代替日常饮水，因为果汁中有大量的糖分，容易造成猫咪肥胖和高血糖。